34分，这是广州恒大联赛半程时的积分，而且还是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。此前中超半程最好的成绩是2006赛季山东鲁能的14场33分，但是当中国切尔西诞生之后，这个记录立刻成为了浮云。此外，广州恒大还是中超以来唯一一支以不败战绩夺得半程冠军的球队。而在甲 A 时代，大连实德和上海申花也曾经完成过半程不败的壮举。